Round one. <笑>好，来，请记住这句话。前进。你谁呀？好钱。我毫无关系的。Round two。有一点是他们我费。同志们，你没得事吧？那个，我眼睛没对你这么大，你眼睛没有这么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话说的，我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看清楚。那个小子肖师叔，大家跟我还要看错，你只要继续下去，我就是那个东西。哎，肖师，你其实你扶的那个冯宝坚挺好的，你就扶上去吧，你抓上去吧，对。你抓一下，不然我待会儿。对，你试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有毛病啊，我有什么资格像你这个我这样不行吗？对，看就因为你的手太干净了。六成的功力，我看我是顶不顶得住啊！前面怎么被打都无所谓，但是你后面一定要帅。你认为你在《一人之下》剧组是什么担当？搞笑担当。你用六成的功力，我看我是顶不顶得住啊！刚才我一共三到哪儿？我一会儿开的时候，你用六成的功力。前面怎么被打都无所谓，前面怎么被打都无所谓，但是你后面一定要帅。我也考虑太多东西了，我要考虑我什么时候再去到医院再去扎一下针，你知道吗？你考虑问题跟我们拍戏有关系吗？你这接戏的血？对啊。那奇了怪了，我刚打完沈冲，我脸上一点事儿没有。哎呦，你不被重视呗？那说明我很强啊，打沈冲的时候。我很强啊。范藏龙是哪的？我都知道藏龙是哪的。我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你知不知道？那你说，那你也不知道谁？我算，二狗行不行？
二狗，你姓什么？高，姓高，东北人，对不对？你姓啥？小小，金色的金，山东的，学校在山东，是吧？我哦。算了，你这也算吧，是吧？桃儿姐，你为什么信？最开始信了，但现在我很怀疑了。我这个能力啊，时有时没有。今天这个扎针灸才扎一次。又来了一个。你姓啥？姓李。姓李。西安的，陕西那边的。不是。是啊。哎呦，失灵了。桃儿姐，真的别信。我不信了。